羊有跪乳之恩，鸭有反哺之意。你听你说的那叫什么话？我没手没脚吗？要你妈来给我做饭吗？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视频中这个被涂磊怒骂的女生名叫超超，那么她到底做了什么，竟引得涂磊现场如此愤怒呢？这一切要从其男友小齐的上场说起。因为4万块钱就要跟我分手。他那会儿就是刚刚毕业，我们本来打算已经有一点小积蓄去结婚了，然后他非要结婚前说是他牙不整齐，非要去整牙。他闺蜜就说啊，上海有一家整牙公司特别好，而且可贵呢，要4万块钱。你说现在谁整个牙4万块钱，乱花钱吗？这个人。对于小齐而言，买一些自己经济承受范围内的东西他是可以接受的，但是女友花4万块去整牙，他就有些吃不消了。我怎么算乱花钱了？一辈子结婚就这么一次，我当然希望自己漂漂亮亮嫁给你啊。然后那这4万块钱没有了，咱们完了可以把这个钱补上不就完了吗？那既然超超的消费那么高，两人的经济水平又是如何呢？你一个月挣多少钱？2000多块钱吧。2000多块钱挣4万，你得挣多少个月？你给我算算。没事，可以让他就是多打几份兼职嘛。你的牙干嘛呀？人家跟你一起补。那他跟我好，他是我男朋友，他就有这个义务呀。男朋友就有义务啊？那我俩不快结婚了吗？不是还没结呢吗？那他跟我好这么3年了，我的青春都浪费在他身上了呀。你的青春就值一口牙呀，姑娘。那也就4万块钱呀，关键是那也没多少钱，我觉得。在超超看来，身为自己的男朋友，买一些东西送给自己，不是很正常吗？况且自己的需求也并不是奢侈品，怎么他还有错了呢？虽说女生爱美是天性，但二人刚刚毕业，工作不稳定，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也就7、8千左右，根本不足以支撑得起如此巨额的消费，所以赚钱的压力就全都落在了小齐的身上。可尽管如此，超超不但没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歉意，反而不断攻击男友赚钱少，最终为了尽快还清信用卡，超超竟还逼着男友辞去稳定的工作。我那会儿工作是一份会计工作，当时下个月就要去转正了，然后他非要说是把我会计工作的辞掉，让我去跟他去端盘。你说这合适吗？你去了吗？我最后去了。当时你不愿意辞职，不就是因为你和你单位那个姑娘每天唧唧歪歪的？女友不但不体谅，还整日疑神疑鬼，无奈小齐这才辞了职，陪着女友一起端盘子。然而还未等二人过试用期，女友又开始了作妖。刚刚我去端盘子陪她没一个月，她着急，听别人说慢慢说干微商，哎呀，干微商啊，她一下又投好几万块钱，她也不去考察考察市场，一股脑投进去，还不是从一手那儿去进的货，然后转好几手了，然后全是我们兜着了。那我也不愿意把这个钱赔进去啊。那时候这个钱赔了就赔了，也就当做社会经验了呗。那你赔了多少钱啊？小4万块钱吧。你说那4万不赔，你去整牙多好啊。后来呢？你还带他去哪里闯荡过？让他向东他就向东，带他去珠海了。干嘛呀？因为当时就是说是我朋友就跟我说是珠海那边，因为是沿海城市，对年轻人的历练特别的大，然后他也在那没待几年，然后给他父母买的车买的房。他那找的什么工作呀？去了一看是在那电子厂里面的工作，特别累，我还以为什么好工作呢，他就是非要想证明自己一下。做事不经过大脑，只靠一时冲动，超超三番五次的折腾，二人不仅没有挣到钱，反倒欠了一屁股的债。最终走投无路的二人决定回老家。由于超超和家里人闹掰了，于是小齐就带着超超回了自己的家。如果当初不是你把我从珠海非要拽回来的话，我觉得咱俩今天不是这种局面。什么叫拽回来？那会儿连咱房租都交不起了，那消费那么高，什么叫拽回来？根本是没办法才回来的。对啊，我回来我没地方住，我只能住你家，可是我在你家受了什么气你不知道吗？在小齐家中，超超究竟经历了什么竟让他如此委屈？说起来我觉得特别的气愤，你自己不知道你来给我做什么事吗？我还气愤呢，你住我家就住我家吧，你看我白天上班，你在家一头都闷到我房间里，就是去上网，连房间都不收拾一下。我妈妈中午怕你饿着啊，做好那么多菜叫你吃饭，你了你却去点外卖去，你说合适吗？我没手没脚，我让你妈给我做饭了吗？看你怎么说话。而且你妈那么大年龄了，我凭什么要跟她有共同的话语？超超的一番吐露引得众人十分诧异，毕竟丑媳妇第一次见公婆，一般人想要极力维护好婆媳之间和谐的气氛还来不及，怎料超超却直接拒绝和未来婆婆交流。超超的态度让未来婆婆很是伤心，但因为儿子喜欢，自己也只能用热脸贴冷屁股，希望有一天能暖化超超的心。可怎料超超接下来的行为直接伤透了男友和未来婆婆的心。小齐母亲深夜生病，打来30几个电话，竟都被女友全部挂断并清除全部来电显示。然而面对两个心爱之人之间的矛盾，无奈小齐只能从中周旋，
可怎料女友再次发了疯。那天本来说的好好的去道歉，然后都到楼下了，你非要让我打电话问问上面什么情况。我妈电话里口气稍微有一点不好，然后你就冲上去破口大骂，这让我最让我气愤了。真的，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特别的委屈，就是因为当时她给她妈打了个电话，他们就在电话里说是，哎呀，那个家里可乱了，快别让外人进来了。我当时想，咱俩好了三年了，我为什么是外人呢？然后我当时确实我这个脾气不太好，然后我当时我感觉我也失去理智了，我直接冲上她家门，我就是想看看到底是你家没收拾干净，不能让我这个外人进呢，还就是因为你妈讨厌我才不让我进去。结果我进去一看，他家的地板比脸都干净，你妈什么意思呀？他妈讨厌你呗。所以我问吗？我妈身体本来就特别不好，她一上去，然后就大吵大闹。那会儿我妈都坐在沙发上，脸色都变了。就算是面对陌生人，超超也应该保持一点温柔，毕竟婆媳关系本来就是从古至今的一个难题。有了这次不愉快的经验，两人之间的矛盾似乎更大了。而超超也顺势提出拒绝婚后跟父母居住。现在年轻人谁还跟父母在一起住了？多么影响两个人的私人空间呢？只在一起住是住在哪儿啊？是他父母给他准备了一套婚房呀。多大呀？150平米呢。平心而论，超超这脾气一般人还真受不了，也难怪小七忍受不了，执意要跟他分手。没戏了，咱俩真的以后没戏了。咱俩好了三年了才说这样的话，那早干嘛去了？不行，就得结婚。为啥呀？因为我爱他，我离不开他。而面对超超咄咄逼人的态度，就连一旁的主持人都看不下去了。来吧，带着尊严走，重新来过。年轻荒唐不懂，摔一次反倒好，以后就知道了。不行，超超一直在强调自己深爱着小七，但反看超超所有的行为，逼迫辞职，怒骂其母亲等等，他真的是爱他吗？三年了，有感情啊？有。怎么没看出来呢？既然有感情，就万万不可能会像你那样说话，哪怕是说，鼻头也要酸一酸，眼泪也要掉几滴，因为这三年他是这样默默的容忍你，三年他对你这样，但是你反过来对他是那样的声色俱厉。对此，涂磊老师犀利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：羊有跪乳之恩，鸭有反哺之义，你听你说的那叫什么话？我没手没脚吗？要你妈来给我做饭吗？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他母亲愿意给你做饭吗？不愿意的，是奈自己的儿子没办法。他母亲愿意让你住到他家里面，一天到晚找一个女生在自己眼前添堵吗？没有办法，因为母爱，爱儿子，他一步一步的妥协，但是你妥协了一步吗？你的嘴中除了对他的母亲的不屑和谩骂，你有所谓的尊重吗？你一点都没有。你在别人家里不吃别人的饭也就罢了，你居然叫外卖，那你住别人家干什么？我就不明白了。你还知道跑到这儿来找回你的爱情，但你不想想你有什么东西支撑着我们要帮助你呢？如果你从今天开始还想找回你的尊严，不管今天跟不跟他在一起，拜托你跟对方的母亲说声抱歉，因为他为了你们俩之间是曾经是一次一次的容忍，甚至答应了要让你们在一起，但是你一步步把别人逼到墙根上，你知道吗？涂磊老师的话深深刺痛着超超的心，他若有所思。而一段好的关系是两个人互相包容互相理解，毕竟谁也不是天生为谁服务的，凭什么每次都是只有一方在服软？这是非常不公平的。那么好的父母哪去找？你居然还耍心机，人母亲打电话您还不接，然后还给删了通话记录，何等的丑陋。你这么做谁待见你啊？咱那钱整牙没用，那都是外在的，关键是好好整整自己的心吧。然而面对导师和涂磊的一番指责，超超非但没有向小琪的母亲道歉，甚至痛哭流涕，想要用情感来绑架小琪。咱俩好了三年了，这三年里你对我百依百顺的，我知道你对我特别的好，我不想让你离开，我觉得我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走下去这段时间，你知道吗？两个月了我每天睡不好觉，我吃不下饭。在众人看来，如今超超不舍得挽留只不过是在博同情，如果真心改过，为何不对着镜头向小七母亲说一句对不起？60秒，还有之前的那么长一段时间，我让他给你母亲道歉，他到现在都没有。
足以证明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改正的决心。刚才对你的所谓的可怜相也好，乞求也好，全都是权宜之计。你居然还问你怎么保证？保证什么呀？刚才我说他没说你是吧？你母亲为了你做了多少的妥协？你这做儿子的你有用没用啊？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。那么接下来小琪又会如何选择呢？啊！看到二人再次重归于好，众人十分诧异。做出任何决定是你的选择，但我由衷的为你的母亲感觉到悲哀。我几乎可以注定你将来一定有好日子过，但是这不重要，最关键是你那可怜的母亲要跟着一块受罪。你们俩好好过吧。那我现在要他一个保证好吗？涂磊老师被气得转身就走。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，而小琪再一次对超超心软，殊不知是对母亲的又一次伤害。在两个人的相处中，如果只有一方无底线的忍耐，只会让另一方变本加厉，最终这段关系注定不会长远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希望超超可以通过导师的一番话有所改变，多一点包容，少一点任性。那么看完本期视频的你，对于这段复杂的感情又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积极互动留言。